比如说像按摩，因为我们胖的人就是血液比较不循环嘛，所以你知道每次去按摩，拳头都是硬的。哦，你知道师傅在按我拳头是这样。哦，你最近按比较多啊？对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就说师傅很痛，然后他就说痛才有效。你知道我有一次痛到什么严重吗？我的淤青大一个多月才消。哇，那会不会有点太过了？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根本就不合理。就是太过了。然后他还解释说，是因为你血不循环，所以你按下去才会淤青。哦，他是这样解释的。乱讲，明明就是把人家那个表皮的那个血管给他压破了。对，对不对？骂骂他。